十分乐意。想要调查少女失踪案受害者遗留下来的物品，事件应该过去了很久才对。不过你们就是提交证物的人，倒也不需特别报备。稍等，我这就去办手续。这就是奥雷利团长留下的东西，除了随身物品以外，只有一本很破，写满了台词呢，还有一些简笔画。好像是在描述，让我看看有没有留下他被抓走之后的线索。哦，在这里，写给找到这本笔记的人。我看看，他好像在很认真地记录对方的犯罪行为，也包括少女溶解的真相。如果当时认真查看了这个笔记本，他应该能成为指证瓦谢罪行的有力证据。瓦谢的罪行简直数不上数。我想团长当时的想法是希望这样的行为能够帮助到后来的调查者。等等，突然断掉了，他的笔触越来越轻，字迹也越来越陡，估计是越来越虚弱了吧。接下来的内容，算了，你直接看吧。
真的好害怕。剧团成员眼中无比伟大的英雄，也只是普通人而已，很难想象他在那时有多么痛苦与孤独。最后一页的内容好像在什么地方听过。成为人类就意味着隐藏，这是水的女儿当中最关键的那句，因为我是他们的姐姐。她没有后悔呢，即便是在近代死亡，这应该是团员们最希望见到的答案了。他们的信赖、仰慕、热爱献给了一位无比正确的人。我们走吧，让他们也知晓奥雷利的。